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法乐组联赛 Unknown FC 到代队嘅蔡正华。咁啊，先开波系着住白衫嘅 Unknown FC 啦，而代队就着住蓝衫啊。呢度见到一个失误，俾代队即刻打个反击，一个转身就抽埋去啦。不过呢球就略微而过，未能够威胁到 Unknown FC 嘅龙门啊。之后呢边右路刮落底线，斩埋出嚟，呢边空晒嘅，唔即刻射，选择传呢度再漏多下俾后上嘅队友射门啊。Unknown FC 打开纪录，领先1-0。入波咧就嚟自洪君阳啊！咁啊呢度见到啦，一个好好嘅组织分到过嚟呢边，其实空晒，可以即刻射，选择唔射，中间一漏，后面再撞射啊！咁啊领先一球咯 ，Unknown FC。就呢边炸个球抌入嚟，困下困下。踢高个波落底线，右脚一射，龙门扑到挡翻出嚟，第二下挡唔到啦。代队转个头就追翻成1-1平手咯。帮代队追平嘅咧就系林晓明，呢度咧见到佢好冷静，踢翻去底线嗰边再射，龙门挡到第一下都挡唔到第二下。比数嚟到1-1。呢边大脚斩上去，右路嘅攻势嚟自 Unknown FC， 回翻后少少，都系望向条边线噶啦，跟住再斩埋嚟啊，斩得深咗少少啊！呢边大脚转边，蓝衫出去飙啊飙唔到，摆翻埋大位再射埋去，弹尾又弹柱，之后再加多一球，呢球就唔中目标啦。呢边 Unknown FC 攻势，中路嘅推进。过多关，你个撞墙咪系撞埋去落埋底线，会唔会做多咗少少呢？其实自己射可能效果仲好啊，都面对龙门咁近嘅位置。咁啊，上半场双方打成1-1平手啦，下半场咧就由代队开波。呢边见到 Unknown 嘅攻势，喺禁区里边俾对手吃翻出嚟，边个攞翻个波？白衫攞翻个波，但系顶埋去嘅时候，禁区里边代队犯手球。球正都好果断，直接点球嘅，睇呢球射成点，左脚射埋去，中后柱啊，弹一声中后柱 ，Unknown FC 再度领先。入波嘅咧就系赵俊新，呢球射得相当急劲啊！比数嚟到2-1，之后见到代队攻势，做个撞墙嚟个中间嘅突破，佢立翻个波噶，之后再传落去，哎呀，争少少。未早咗半步啊！咁啱喺兩隻腳中間穿過咗個波，撞到就有噶啦。頭先個球，咁呢球點樣呢？轉一轉邊都幾空下嘅，拐埋右腳直射埋去，散中對手。但呢度落嘅位置其實仲好啊，發達噶啦，望住點知都俾對面門將救翻出嚟。加外球抌入嚟 ，Unknown FC 嘅攻勢，前面兩個藍衫，後面一個藍衫埋去逼噶啦，過多關。再射埋去，龙门扑到。呢边银窿嘅龙门球，大脚斩上去，立到落嚟，转埋左脚射埋去。有姿势，有实际，银窿 FC 3-1领先。嚟自门将嘅助攻，洪君阳梅开二度，一立落嚟，再转左脚射。相當流暢，幫 Unknown FC 領先到3-1。跟住呢邊門將又嚟咗長傳，呢個都傳得準啊，但係食唔應個波啊，爭啲一人一個助攻啊嚟自門將嘅，一路長傳上去，再轉邊呢邊就空曬啦。哇，好冷靜，吸過埋一個再射埋去，比數嚟到4-1，啱啱就洪君陽梅開二度。转个头就嚟到赵俊新梅开二度啦喎，打一弹地传到俾佢，好冷静，吸过埋上嚟飙波嘅对手。Unknown FC 领先到4-1，就呢边分过左路，
再推深啲，你个扎角度射门，可惜呢球就略微而过。射完呢球，球证都吹完场啦，就银龙 FC 赢4-1。